天的菜是油爆带鱼丝，香香脆脆的，非常好吃，超级下饭的菜哦。先把带鱼丝切成小段，准备好辣椒丁、蒜米备用。油倒入锅中烧热，然后放入带鱼丝爆炒，高温后的带鱼丝会发出阵阵的香味，用筷子均匀的把它铺在锅底。把带鱼丝翻一面，均匀的接触到锅底，这时候已经香味扑鼻，颜色已经变成金黄色，这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，下酒菜。这是豆豉，放少量豆豉，因为豆豉本身就有盐，所以就不需要再加盐了。放上辣椒丁、蒜米，加入料酒提香，继续翻炒，盖上盖子，可以起锅啦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个赞吧，订阅我们，谢谢支持。